那首先呢，我们当然不能用假的啊，气象报告怎么可以用假的？你看我们刚刚这上面有没有那个气象的？有，有对不对？哎，这是旧新闻哎，这样就不叫做报告新闻了。所以呢，您可以来这边看一下哈、哦。哎，对，我顺便看一下有没有同学有问题。哎，怎么大家都这么好，没有问题？没有空理这里，好，好吧。来，那这个网站我相信应该大家电视台上常看到吧？最近刚好台湾周围比较热闹，快没有了嘛，吼、哦，玉兔走啦，哎，所以你如果想要查一下我们目前士林的气象，你就把它打一下，好，找到它，有没有秀出我们这边的资料了？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把网址复制起来，当然你不要查也可以。啊，不要查也可以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 OBS 里面其实它有内建一个浏览器。如果您的资料就刚好是在网站上的，那我就直接用浏览器操作就好哈。你们可以来这边，你看加号里面有没有发现有叫浏览器？有，它就是网页，哦，就是网页的程式哈。所以按下确定，当然你可以给它一个名字啦。如果各位怕以后忘记了气象网页。像这样子，我按确定，你就把网址贴进来，然后告诉他你的网页的大小，这样就 OK。稍等一下下，有没有气象就进来了？那你就放下。啊，当然就不要找我当主播了嘛。来来来，有没有哪位同学想要帮我们报道一下今天的气象？进来，我左边有一位同学，我看他今天穿得非常正式，很适合当主播。来，请来请。啊，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，人坐下去，这样就不错。你看他今天穿得多么正式，所以当主播 OK 嘛？哈，可以。好，那这个呢？您看一下我们右手边，这里，右手边这边有没有看到有一个开始录制？这样了解了哦，所以串流就是直播啦，但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做任何设定嘛，所以不会有直播，好，所以你想不开按下去也没有用，所以呢我就按下录制，这个时候来吧，我们漂亮女主播，你可以帮我们报道一下气象的嘛，结果她没有戴隐形眼镜，没有，我有戴，好，从这个画面上。对的，他讲到一个，他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。你们平常用手机在照的时候，有没有发现左右颠倒？对，跟我们照镜子一样。所以他要指哪一边？这边。这样知道了哈。好。好。从这个画面上我们可以看到，全台的温度都有明显较低温的状况，所以。本周请民众还要多加留意，记得出门多带件外套。对，很好，对不对？哎，那这个时候你要靠近一点，你看我刚刚有没有用一个互动？有没有发现我在这边操作，上面就可以，网页就可以操作了。哦。当然，比较好的方式，我讲过就是用双萤幕啦。这样的话，你在操作这一边的时候，虽然这个不会录到哦，这不会录到哦。但是你再这样操作会不会比较容易一点？好，就是你如果是这种浏览器的，你可以在上面按右键，有一个叫互动，就是等于说你把你的网页开出来再用这样子。这样您了解了。好，那我把刚这一段把它停止喽。你看我现在把它停止了，我们总是要马上直播一下嘛。我跟你讲，大部分大家刚开始都不习惯看镜头，他不错的，他真的有看镜头。我跟你讲，大部分都让人家觉得说眼睛低低的，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的萤幕在下面嘛，网络摄影机在上面的。好，所以你看那个电视台，他们大部分那个摄影机会夹在哪里？就是跟这个萤幕的高度差不多旁边的位置。所以你会看起来，哦，主播好认真的看着你播报新闻，给各位斜挂大字报，他怎么可能看到你呢？对不对？但是你要让人家观众有感觉说，你好像跟他讲话。
这样，所以眼睛的位置很重要。来，你看一下左上角有没有一个叫做显示录影？有。但是呢，因为我们 OBS 预设录下，好，谢谢谢谢，感谢美女主播。好，有没有发现它的预设的副档名叫做什么 ？FLV 对不对？那有些电脑不见能够播这个档案哦，因为这叫 Flash Video。所以说我们内建的一个转档的功能，你看左上角有没有叫重新封装？有。你把它按一下，在这边你就去浏览预设呢。我们录影，如果你都没有改变的话，预设会放在媒体柜里面的影片。所以有没有发现，在媒体柜里面视讯里面，你就找到这一个，它会帮我们转换成 MP4。有没有？这样一般的电脑就可以马上开。好，所以我按一下重新封装，一下就好了啦，不会太久。有没有？这样就好了。嗯。所以现在呢，把它关闭，我重新再打开显示录影。有没有看到多一个 MP4 了？有。这个时候呢，一般正常来讲，这边就预览就看到，所以打开，好吧，给你。主播自己看一下录下来是什么样子，不一样的感觉哦，因为自己看还是不太相同。当然，事实上，如果老师或同学你不习惯自己看自己，你看像我这样看的一幕，你有没有觉得我眼睛是看下面的？有吧？对不对？所以，因为大部分时候真的，你那个就是那个位置哦，你慢慢录之后会有些需要注意的。主播就不能这样，知道吗？这样会太过轻佻。他就这样放轻松。你有没有发现他不错，他有看镜头，对不对？老师，你为什么有时候可以逃出来，有时候会躲进去？那你刚刚有讲到说是双主播的意思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有一个人帮他操作。哎，可以啊，可以啊，你可以有人帮你辅助啊。就是说他坐在旁边。可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会显现在荧幕。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不会，不会，你只要不会被照到就好了。但是有时候像您就会一个手跑出来。对对对，那是因为我这边要穿插一下，我进来。其实如果你在旁边，就是有人帮你啦。就好像我们电视台绝对不是一个主播嘛，但是网红通常是一个人。这个情况下多掌声。这样还 OK 吧？嗯，对不对？好，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有没有比较好玩？有。哎，你可以很快的就可以完成。那这个是我们用 OBS 一个很大的优点，因为以往其实你要做到这样子，光硬体的设备就要花很多钱。现在是因为我们整个电脑的效能，然后加上软体的开发，哎，越来越方便了，所以就可以比较轻松。那老师呢，你可以试看看我们刚用的一个，就是所谓的什么浏览器这个功能。好，您可以稍微试看看。